今天我们又从山上拉了一条猪上来，本来我们说准备在山上杀的，今天山上好大的雾啊，能见度可能只有10多米的样子，所以把这头黄猪又拉了一头黄猪下来，因为这个黄色的猪啊，它像野猪一样的，太野了，那个我们那个上面关不住了，所以说把这个黄色的猪先把它宰掉，真的这个猪像野猪一样太野了，它比那个白猪还有黑猪都要野，哎呀，好丑哎。到时候你这个车啊，要去好好的洗一下，我机械，我那个要搞机械。我们把这个海娃子的这个四轮车，给它改装了一下，改成加了一个这个棚子上去，以后就专门负责从那个山上拉猪下来。二师兄弟五啊，因为怎么说呢？杀猪这个东西嘛，要去那个相关部门要去盖章，不能说私自给它乱杀。我们这个猪脱下来了之后，要给它。盖了章之后，我们再能宰。二姐，哎，水开了没？开了，马上要开了。哦，悠悠拐了噻，悠悠。哎，拐到哪儿了？上哪儿？马上猪已经脱下来了。要得。那你要快，把雀山都脱下来。快，我们切的人切的比较多。雀山都下了，我们谁都还没收开。雀山还有好多？啊，还有几十个。哦，还有40几个。耶，那有。那要杀几天的，放点要兴奋点嘞。那没事没事没事。这种锅烧水最巴适，一锅水就可以杀一头猪。妞妞，嗯，你今天负责带弟弟哈，我们来今天来杀一头猪，给你烤点嘎嘎吃一下哈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跟一个亲得不得了吧。热死了，我把外套脱了哈。好吧，热了就自己把衣服脱了就是了，这个不用向我请教啊。今天刘明瑞来赶猪来了噻。我来去搞。晓得有啥猪在起跑上来了？啊，听着。你看不了？我看那个是跟我的车那么小。那个车适合女孩子开噻。那你给我买过噻？哎，你们全部给我买。你哪个买的？啊？你哪个买的那个车？你拿钱嘛，你给我借钱嘛。要得，把你那个车打给我呀。嗯，要得。要得那种车只是我女孩子开的，是街上逛啊街。那种你们说要得。跑长途来不？那个少电没少油。少电噻。少电了。嗯。少电没少油的货。这个可爱，他说。这是个女士嘛。给了没钱了。那个要到30万哈。5万多。5万多。5零的。我也是几千块钱嘞，几千块钱，几千我给你看啊，那个买个那个轮子，看没有买到？那个轮子一个几千块。好，水马上开了，好吧？准备工作做好，把那个衣服穿起，罩衣。好了，我穿起的。这儿不是你要一身搞起猪粪，你都没说臭啊？我不怕。我怕，我怕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猪腿，这个肉真的是像牛肉一样的，怕死得很了。